Hello 各位，我是即即。如果喜欢这条片的，记得点赞啊！今次分享这家店就是尖沙咀的，很多年前我都已经开始来吃了。不要说那么多了，我们快点去片先啦。这间店我每次都会来点蜜汁叉烧王的，它真的很好味的。来的这一味餸就是椒盐牛肚鱼，还有这个沙姜大鸡脚，我的家人个个都说很好味。还有这个脆皮牛香腩，真的炸得不错啊。还有这个脆斩慈铭陈醋骨啊，叫做哇！还有这个生炒蟹肉粉丝煲，是我最喜欢的，我已经点过几次了。还有这个浓肉西施泡饭啊，之后它会渗啲脆脆咧，跟住另外个口感咧系会有啲唔同噶。这个食素的人一定啱啦，就是元龙河香梅菜蒸菜心。那天我们庆祝家人生日，所以一早订定寿桃包。其实早两个星期前呢，我都来了这里吃，今次就有吃下贵妃鸡啊，另外两个餸，不过真的不记得了叫什么名字。如果大家都喜欢我这些周围吃生活短片，请记得订阅、分享、赞好和留言。下条片再见，拜拜。